天你妈过生日，我们要去你妈家，你都不能让我把冰棍吃完，那我们就要给她带了蛋糕，还带了牛奶，对吧？要路过小七和狗子哥的家，所以咱要去看一下他。Hello， 妹妹，我看到了表哥还有妹妹。就贫穷的家庭，你确定？原来是水果吃还贫穷的家庭吗？贫穷的家庭吗？你确定？有水果吃还贫？你看狗子哥多客气。拉倒呗，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点。三块没钱了，谁抢？一样的来嘛。我们那边赚到，我们那都是充钱的。小七，许久未见的小七，最近没有啊？拿个香烟嘛。就那个，给你两块钱，狗子厉害。现在那边上去就是姨妈家了，我们走喽。啊？有几个了家？哎呀，姐姐 ，Hello， 你认识我吗？认识的，大家看一下姨妈家的这个吊脚楼，多惬意，是不是？下午的时候在这里乘凉，还有吊床。你们看一下，小胖好悠闲啊！小胖，你别把那个姨妈这个吊床给睡塌了。他真有三个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都可以睡。姨妈这里也养了很多猪，你们看一下，长得好肥了。嘿，你们好吗，小猪们？养了七头黑猪，特别肥。嘿。Hello， 你们好吗？坐着嘞，你坐着长，把你手先抱到来。已经来坐着嘞，已经。那个手先抱来到嘞，叫我怎么来接你？生的接你找不到，我就怕。是啊，我过来我。啊，么子讲？要个没这个，叫你找不到。那个蛋糕放冰箱放了一下，压坏了。还可以吃，没事。这擦拉舒服。啊，太完了。真么第一次见你。我那一刀。两公斤大米是吧？这个冰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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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